大球场经同铜锣湾道之间嘅一段东涌道将会改为北行单程路，至于新会道大球场经加路连山道以及东涌道嘅车位喺挨晚6点至到11点就禁止泊车。为咗减轻交通挤塞，警方系呼吁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工具。另外， 负责当晚雷射激光音乐会嘅法国音乐家尚文西对于有人批评佢嘅600万制作费系太昂贵，佢话今次并非作商业嘅演出，而今次嘅制作费其实比起美国好多商业演唱会嘅成本系较平。佢今次系特别为本港设计咗一次混合电子音乐、中乐同埋配合雷射激光演出嘅音乐会。无线电视记者张婉玲报道。 Jean-Michel Jarre in concert. Wow.